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消息，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俄罗斯向海外债权人的支付途径被关闭。俄罗斯26日出现自1918年以来的首次外汇主权债务违约。据彭博社报道，几个月来，俄罗斯一直通过各种方法绕过被实施的各种制裁，但在26日结束时，俄罗斯5月27日到期的约1亿美元应付利息的宽限期也宣告结束，错过这个截止日期被视为债务违约。报道称，在经济、金融、政治领域，俄罗斯正处处受到国际社会排挤。自3月初以来，俄罗斯的欧洲债券价格低迷，央行外汇储备仍被冻结，俄罗斯大银行与全球银行体系的联系也被切断。不过，报道指出，由于俄罗斯经济和市场已受到伤害，这次违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对于正在艰难应对双位数通胀以及数年来最严重经济萎缩的俄罗斯人来说，关系也不大。据悉，莫斯科坚决反对被定性为违约，称其有资金支付任何账单，无法支付相关款项都是被逼的。莫斯科也试图扭转困境，上周宣布将以卢布偿还400亿美元未偿付主权债，批评西方制造不可抗力局面。卢米斯塞尔斯公司一位高级分析师说，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情况，一个原本有能力偿付的政府被外部政府逼迫发生违约。报道称，正式宣告违约的声明通常由评级机构发出，但欧洲的制裁已导致他们撤销对俄罗斯实体的评级。根据26日宽限期结束的债券的相关文件，如果25%的债券持有人认同发生了违约事件，持有人也可自行做出宣告。随着宽限期的结束，市场关注点将转向投资者下一步会怎么做。债券文件显示，支付日期3年后相关诉求才会失效。野村研究所一位经济学家说，多数债券持有人将持观望态度。据介绍，俄罗斯上一次发生外债违约要追溯到1个多世纪前的1918年，当时前苏联拒绝承认沙皇政权时期遗留下来的惊人债务。